埃及艳后马有容来泡汤，胸部大怕晕倒。光看胸前就分量，就知道今天这人来头不小，还不报上名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有容，我的身高是171，体重55，然后我的三围是36I、25、35，然后今天要来泡汤咯。号称埃及艳后的马有容这次来挑战泡汤，一下水就哎呦重心不稳，难怪他从小就对泡汤有阴影。我下水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压力啊，然后就是心脏可能会负荷不了。我曾经大概就有泡到差不多超过20分钟的时候差点昏倒，对，差点在浴室昏倒这样。简单的泡一次汤都发生尴尬糗事。我之前有泡汤泡到一半，然后突然之间发现就是大姨妈来了，然后我就看看着旁边就会有一条东西过去，就是颜色不一样，然后我就非常非常尴尬，就因为我跟姐妹们一起泡汤，然后我就全部就是马上赶上来，他说你干嘛影响气氛这样。既然泡汤泡到压力这么大，那改淋浴轻松多了吧。好险 hold 住了！苹果娱乐新闻有容奶大报道。